果果，他们怎么都在欺负你啊？没事，看我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撞到你的。谢谢哥哥姐姐们的帮助呢，辛苦贵妃姐姐给我送糕点了呢。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们好厉害呀！大家要一起加油呀！谢谢哥哥姐姐们呢。你看，这不是简单的很吗？